南挑战玻璃纸偷迷地，安东跟来推动生态观光，也下来全国各地改进许多改良。不过天然银行近来见到是单纯改水以及唔滥用，所以地方行都想办法来争取外迁此类水。经过民进代表一路经济普争取，统一由此类水公司旗下总经费。经本处的透明沙器快来此类水工厂水面费，按算工厂本地盲眼快是快工。玻璃镜头迷离，从旧日剃秃了后，开始推动生态旅游，吸引东都观光客来。连麦社区地图如东都的民宿同餐饮业者，不过冬天长期以来做下黑种建议自来水，听见气候变迁更严重，彻底居民希望是得天水透水。在地这边观光的业者非常的多，不管是民宿、餐厅、观光工厂，或者是一些当地生活的居民，那如果说我们这里没有自来水的话，对我们当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啊，今日和咱家周边的附近的民众，啊，甲咱家的业者，拢总会使有清气，啊，然后够有充分的啊，即个水源来使用，也让大家可以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。石头石公司讲，联丰计划已经争取两年外，联邦经费已经由经济部核准，同时批许使用体，没得到暨南太学校方同意，为古墙和分组两阶段来做。总经费3690万，人民在开凿水土保持计划同铁幕变更作业，完成2021年本月开工。在我们的机车道的这个部分呢，会有250平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哈，来提供公益以及民生用水的设施使用。第一阶段哈，将近3150万，包这附近的居民都会享用到。然后第二阶段就是要无自来水严管，就会配合水利署哈。来针对目前尚未管线未到达的虚线部分来办理一管工程，我们希望一次性来解决这边。联邦警署计划托暨南太学速降，民众说那是水质唔稳定，惊怕会影响到警署的时间。水头水公司讲，已经拿到批案，一天无提供合乎标准的水头水，共同面向其居民来用，更加如何提升利用服务品质。刚刚新闻李鹏奇南投报道。